我老公斥巨资买了这一个一斤半的鲍鱼啊，再来点辣椒油吧，来个五毛钱的辣椒油，过不过瘾？秘制的辣椒油啊，铺上一层酱，就有点太辣了。此视频已开光，听说双击的老铁都能一夜暴富，试一试再说。超级火辣的美人称，三文鱼配芥末，等会留给我吃吧。完美啊！等会留给我吃吧。你还是别吃了吧。这边一颗，留一个给你啊。苦的干，刚刚呛好的大虾，来一个啊！醉虾。太多了，大海螺啊。来一个开花棒，祝大家每天笑口常开。真是的，两个剃溜滑的大爆头啊！给自己加点料。爽吧，
这个酱不是太辣。来个超有食欲的串串香。海红串。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小，先来这个什么，这不知道是咱家哪位粉丝送来的，说配着哎呀妈火鸡面的料更有味儿啊，来，花了8.8元买的火鸡面的料啊，是谁送的，我正在全世界找你。有点上头。双爆哈，从来没爆过钱。牙齿差点掉掉，超大的吸盘，你没有看到？像不像排骨？今年第一爆，全部是我。海螺我只吃2斤一个的啊。来两个，这是不是最有食欲的面包蟹？已经脱壳了，师傅。连自己这么造我都不好意思了，周杰成。
这可是。